这大雨下，哎呀，这大雨下，哎呀，大媳妇给我吓的，没吓死你啊？没有。你说你还能干点啥？你知道外边雨下那么大，你看看这给我淋的呀。媳妇儿不是给你带伞了吗？你带这是啥呀？ 你管这叫伞呢？混儿伞。啥废话呢？啥也不说了，媳妇儿，我上厨房取半根茄子给你做碗姜汤去。回来。我问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我们领导检车的日子。没忘点什么事儿吗？领导可能忘买车了。啥废话？ 过来，月底了，工资发了吧？月底了，工资发了吗？啊，发了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我现在让你锻炼的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从来不乱花一分钱。这月工资5000，一分不少都给你。哎呀，老公真好，啪！给你来200，拿着花去。 不用，媳妇儿，不用。上个月你给我那200，我还剩160呢。哎呀，真是我好老公啊！你真知道给家省钱。媳妇儿，结婚的时候咱俩不是说过吗？对于这方面一定要完全透明，对不对？我绝对不会背着你藏一分私房钱。老公，你真好。啪！哎呀妈呀，干啥呢？查钱不关门呐！ 大宝来了，大宝有啥事儿啊？有事儿啊？没啥事儿啊，哥，上个月管你借的1000块钱还你。大宝，这钱是我的吗？是啊。不是大宝，你记错了吧？没有啊，那不是我上个月上网吧没钱了，然后你给我拿1000吗？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没你啥事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回哪去？回哪去？回哪去啊？啊！这1000块钱咋回事啊？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啊，这1000块钱，不是下个月你过生日吗？你看中了一双鞋，我攒的1000块钱是想给你买双鞋。真的？真的。老公，真好。 哎呦，那行哥，那个剩那2000下个月给你。<笑>媳妇儿，我要说我还想再跟你买2双鞋，你还能信不？<笑>你信不？ 我应该不信，你不信你不信你不信呢啊！一会儿1000，一会儿2000的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给解释啊。这3000块钱，确实是我攒的私房钱，我全都给你了，除了这3000就都透明了。你原谅我一次吧。就3000呢？就3000。真的？行啊，我就原谅你一回。老公啊，你下次要再背着我藏私房钱呢，我就把你打成癫痫。行了。 卖菜去了啊！媳妇儿，注意安全啊！早点回来。想你。大宝，下来。咋的了，哥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当你嫂子面别提钱的事儿。3000咔一下子折了。忘了。你要是想还我钱呢，啊，你就直接放在这饼干盒里，瞅瞅。 就剩这么多了，老公，我忘带伞了。那啥，嫂子没啥事，我先回去了。站，后边的。饼干不吃，我放回去了。回来。手里拿的啥呀？饼干。好吃吗？ 有点干吧，有点干吧，有点干吧。媳妇儿，听我说，那你真行啊，你江南。不是你这钱呢？行了，江南呐，你啥你也别说了啊，咱俩商量个事儿吧。啥事儿啊？离个婚呗。不是，媳妇儿，得听我解释啊。解释啥？你解释有啥好解释的？一会儿1000，一会儿2000。
呀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想要梨吧？行，你说的啊。不过走之前，把属于你的东西都带走。什么呀？我这双注视你天使般面孔的双眼，我这对聆听你柔美声音的耳朵，还有我这颗只会爱你一个人的心。哎呀，老公啊，老公你咋那么帅呀，老公帅。哎呀，不离了。老公，以后啊，你有啥话就直接跟我说啊，你要是再背着我藏私房钱呢，我就把你打成饼干。老公，买菜去了啊。媳妇儿，注意安全啊，早点回来，想你。大宝过来。对不起哥，你都怪我把你钱全刻没了。我怎么一见你就没好事呢？不是，哎，你就说说上次啊。哥，男人嘛，藏点私房钱很正常，别气他啊。坐。老弟也有一次藏私房钱不成熟的经历，藏100块钱被人发现了。你藏哪儿了？我藏在鞋里了。根据我的经验啊，这100块钱不至于被发现。我藏100个钢镚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没把他脚硌碎啊？就你智商，就别合计这事了，行不行？啊，我今天找你。行了，说这两句一天天这那，你行，你行，钱全让嫂子拿走了。哎呀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得说了啊，宝啊，刚才你看见的那一幕，对于哥来说那真是九牛一毛啊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加多宝啊。加多宝，加多宝，多财多宝，招财进宝。烟钱啊，酒钱啊，饭钱齐了。哎呦，我哥你太厉害了，你呀，这就厉害了啊！上我西服兜里看看都有啥。哪有西服啊？那个，这么的，哥，该说不说啊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是头子。不要盲目的崇拜啊！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哥毫不炫耀的说啊，我这个家里遍地都是钱。哥，你都藏哪了？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这每个家庭呢都有不同的藏钱的方法。哦，比方说鱼缸。鱼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藏钱的地方，藏鱼肚子里。你不藏点钢镚啊？你把袖子先挽上啊，然后呢，顺着鱼缸往下一掏，掏珊瑚礁底下有一层细细的薄纱啊，你或许就会发现一个塑料袋。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啊。它承载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和希望。哎呦我去，这都是小钱儿啊，大钱也有大钱的藏法啊。宝，我问问你，我这个家什么最大？我嫂子。我说的不是权力，面积。我呀？你是我家的吗？再想想，地板。把地板抠开，把钱塞里。地板呢，它是一面，嗯，但是壁纸它是三面的。装修的时候我都跟设计师商量好了啊，在墙壁
和壁纸中间设计一个夹层，把钱往里一塞，用的时候用手一撕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哥，撕壁纸声大呀。不对啊，不对，这个声可不对啊，你得掐住一个角，慢慢撕。对了，哎，这个动静就对了。哥，啥也不说了，我现在去买壁纸和鱼缸去。哎哎哎，你等等，就你的智商玩不了这么高难度的，你只能玩点简单的。简单的藏哪呀？藏书里。那书一看不就发现了？你不会挑那不看的书藏啊？那你都藏哪本书里呀？老梁观世界这本书啊，你嫂子一辈子都不带看的。嫂子，该说不说，我哥挺有钱的。那啥，那个嫂子，你快坐，快坐，快，这家消气儿啊！哎呀，这家这气氛有点尴尬是吧？那个这一脑瓜汗，我不行，咱凉快凉快。对，咱凉快凉快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回彻底凉快了，天塌了。那啥，我送送大宝啊。大宝站着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来，你坐下。我还是站着。坐下。哎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 我真错了。老公，咱俩结婚三年了，这三年里钱都是我管着，你说我这么省吃俭用的是为啥？不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一所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吗？等孩子大了，我们老了，还能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聊聊天，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一辈子真正的意义。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做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。老公，你别怪我，明天就是咱俩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了，你说过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老公，钥匙。我醉了。我把所有钱都给你，我这儿有，这儿有于三立藏了，我想想我还藏哪儿了。老公，媳妇儿，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藏私房钱了。咋还不背人呢？这还呀？大宝，你不都走了？来，你都走